你这死肥婆，以前就知道吃，现在会做饭，会打猎，会赚钱，还懂医术，而且还对四小只这么好。对你不好，你还想弄死我？你根本不是鲁娇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反正我把你的腿治好，咱们就和离。好，成交。 21世纪女军耶鲁娇穿越到了120书里，成了四个小反派的恶毒娘。未来首府大人的早逝期，万万没想到，未来首府大人是个大反派，什么仇什么怨呢？铁了心的要弄死我们的女主娇娇，半夜掐她脖子，用碎瓷片扎她大动脉，还给她的吃屎里下毒，还……娘，爹。 你为啥要跟娘打架？爹，娘，你们别打了。娘，这是我专门留给你的红豆糕，你消消气。娘，以后我乖乖听话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《首府娇妻有空间》，作者于晓彤，由墨叶妙儿姐领衔演播。 赶紧订阅转发收听，还有更多福利哦！首府大人，夫人她带着几大箱的东西和下人走了。什么？她一走，儿子们可怎么办？娇娇，娇娇，心给你，命给你，你别走啊！